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21年9月出厂，2022年是 Subaru Outback。Outback 属于 Subaru 旗下的中大型休旅车，那它使用的是 2.5 的一个水平对卧引擎，再加上4驱的底盘驱动设定。Subaru AWD 以及 Outback 后方有它的字样，绿色的颜色非常不错，今年蛮流行这个颜色。那上方有旅行式支架，后座的车门气氛，后座内装气氛完整度都非常高，有配置天窗、后座出风口以及充电座。门钥匙启闭车门锁，前座车门气氛，两组记忆电动座椅，驾驶座的座椅气氛，副驾驶座状态都非常完美，完整性非常高。里程数20000公里。原厂保养，感应式车头灯、换挡快拨片、音响快拨键、蓝牙通话功能、跟车系统、驾驶模式切换、感应式雨刷、iKey、电动尾门、大萤幕、倒车影像。这里有 X mode 的驾驶模式切换，支援 Apple CarPlay， 这里有一些组被动安全配备的一个调整跟设定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电子手刹车，2022年式的 Outback， 跑20000，原厂保养里程保证，新车保固中，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谢谢。车子非常漂亮，实在就是 SUM。